你好，志伟好。哇，我们的场控回来了啊，欢迎志伟。因为老师也是刚到办公室啦，刚到我们的直播室啊。这个聚餐就赶着回来，那我就为各位服务做节目了哈。哇，毕竟还是有很多人每天呢8点钟都要看汤小师的节目啊，所以我就正常跟各位开播。谢谢大家进来了，打开后，大家好哇！来欢迎我们的贵宾啊，许志宏啊，志宏的话，10月14号，他的台中呢肉蒲团生日趴哦，只剩下3个名额，剩3个名额啊，还没有报名参加的，大家告诉大家哦，谢谢谢谢，我们的许志宏欢迎你啊，要。参加 Tony Chan 主持的许志宏31岁的生日派对，在台中，时间10月14号，10月13号那天是礼拜六 Saturday 晚上如果呢，我们亲爱的朋友你们时间可以要参加，记得用 Line 跟 Tony Chan 老师报名报名的话呢，我们再转给许志宏审核他呢，生日派对呢，这比较特别，因为许志宏呢，他可以说是花重金哦，有请舞者载着他的生日派对要呢大跳热舞热舞所以呢，他真的花了很多钱来办他的生日派对。那当然，这样子特别的生日派对，对不对？参加的人呢，我们许志宏呢，他也想要了解一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了所以我是把这个讯息告诉我们观众朋友啊，如果你想要这个试试看try 就试试看，那麻烦您呢再用这个 line 8253TC 或者是8254TC 来报名，那询问好不好？谢谢谢谢。好，来我们的。这个艾肯丁我们的丽我们的网络乞丐我们的凯你们大家好。今天呢是9月26号，Today is September 26th Today is Tuesday 又来到 Tony Chan 教英语这个时段了喜爱英语的朋友总是好好的把握这个属于你我。的英语时间，is English time 好，那在教英语之前，对不对？哇，我们呢先来听呢几首好听的歌，好不好？来如果呢你们有什么事要跟老师说，对不对？明晚有空可以来看秀有人要约我去看秀，哇，谢谢这个是什么秀呢？来，我打开看一下这个2017年首场时尚走秀了这是时尚走秀。来，它的地点在哪里？地点好，在台中市北区英才路381号如果台中的朋友呢？叫 Mandy Golf Mandy Golf 明天晚上呢，他有一个时装秀在那里这个的话，这个2017年 Mandy Golf Fashion Show 这也带动台中服饰业创新跟时尚的新元素了这个是 Show Mandy Golf Fashion Show 好，如果要。这个明天晚上到台中看秀的朋友，同样的用 LINE 告诉 Tony Chan 老师，好不好？哇，老师呢会把这个讯息 pass 给你，I will pass it for you，帮你 pass，帮你 pass 过去。好，谢谢谢谢 Teddy 哥，Teddy 哥送老师一个蓝色妖姬，感谢您。好，这个来听什么歌呢？What song did you like？Teddy 哥，你也可以点个歌呢。你点个歌，因为你有送礼物，你可以点个歌。
啊，要请呢这个志伟查一下哈、哦，这个看那个歌能不能唱，哦，有没有版权限制啊、哦？不过你们可以点，啊、哦，可以点，啊，如果没有版权限制，老师会帮你们播，好不好？来做这个服务啦，没问题。来，先来听这条《痴情无害》啊，《痴情无害》，痴情啊、哦，痴情。这个感情这个事有时候很难说啦，对不对？也不能说谁对谁错。不过汤泉老师觉得呢，在感情的路上，对不对？我们大家还是要有智慧啦，吼、哦，卖吼、哦、感情。他弄得伤痕累累，伤痕累累嘛是不值得啊、哦。痴情无害，痴情无还啊、哦。来看这首歌，你们都谈过几次恋爱啊、哦？有谈恋爱的朋友，能不能跟老师说一下？跟汤炫老师说一下，谈几次？帮我打个数目一下，好不好？哦，像汤炫老师，我是没有谈过恋爱啦。哦、我常常觉得为什么没有谈恋爱，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哦、太理智了，一个理智的人是不是比较没有办法谈恋爱呢？你们说对不对？来，何必在意，欢迎你来听这首《痴情无害》，谢谢。高呢顶了大约在冬季，你帮我查查看大约在冬季有没有版权的限制好吗？谢谢。你是你我是我人共此罪小派款，但是你上爱的彼一半，红颜目睭，冰饮目屎，永远留落半点情怀。阮的人，风过天暗，半路。每寸风声，伤痕累累，让感我落来。天开晴，雨水静静，爱过的才知痴情无恙。Yeah.
美春风声，伤痛累累，勇敢我落来，去开枪，雨水紧停，爱过的才知，痴情无影。哟，谢谢，都要听这条吼，七经无形啦哦，我终于会讲闽南语了。那个环对不对？环呢？哦，那个闽南语的话叫形啦哦，七经无形哦，这个我终于学了一个闽南语的，七经无形哦，形的钱还你钱，形的钱啊、哦，这个好有趣哦。那形的钱呢？啊、哦，这个英文要怎么讲？哦，这个行李钱 ，OK， 行李钱 ，OK。I will return your money back. I will return your money back. 啊、哦，行李钱啊、哦。好，这个跨时代众卿平生你好，哇，我们特地高啊，帮我们打了这么多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师，爱情是缘分的事情。很理智，很好啊！有缘分的话，那位意中人就会出现的。谢谢你啦，哇，谢谢啊、哦！这个特地高跟我们勉励哈、哦，谢谢你这一句话。但是我那个意中人都没出现过呢，你们有没有很期待汤立秋老师意中人能够早日出现？因为我已经年过半百了，哇，那个意中人还不出现，啊，看怎么办？哇，来。这个大约在冬季啊，我们 Teddy 高点的歌，老师呢为你来献唱，希望呢意中人哈、哦，哇，什么时候会出现呢？最慢在冬季的时候出现，好不好？现在是春夏秋天的，现在是秋天的嘛，对不对？希望最慢冬季赶快出现，大约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泪的交失去，漫漫长夜里，未来的日子里，请再次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再次笑容你为我祝福。虽然阴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谢谢我们的 Teddy 高，哇，我今天也蛮开心的哈、哦，跟我前助理蓝先生，好久没见再重逢。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的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里为我祝福。虽然阴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中正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哇，我们 Uber 的驾驶麒麟啊、哦，谢谢麒麟进来。麒麟，我今天才打电话给伟哥，你知道吗？这是伟哥的名片啊、哦，我打给伟哥，说我好看宝宝照要去采访他们，让你知道一下，因为伟哥是麒麟介绍的，然后谢谢你。没有你的日子，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回复你，我也轻轻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哟，谢谢啊！这首《大约在冬季》啊，是我们的好朋友 Teddy 高帮我们点的啊。然后呢，有人问我说：“老师，哇，还有很多计程车，对不对？啊，你为什么呢都要做 Uber 啊 ？Uber 不知道怎么做哦，有人还不知道 Uber 怎么做哈、哦。老师告诉你 ，Uber 它很简单啊、哦，你们呢只要呢从 APP 下载 Uber 程式，对不对？输入你的基本资料，还有你的信用卡资料，只要输一次就好了哦，以后就可以呢到处做 Uber。”你知道吗？我不是前阵子到泰国有没有清迈有没有？我不是到泰国清迈去做直播吗？你们知道吗？清迈也有 Uber 哎、欸，所以 Uber 呢，它是 international， 是国际的哦。你只要在台湾呢下载 Uber 的城市，你全世界大城市都可以做 Uber， 真的好方便哦。那有人问我说：“汤立炫老师啊，你为什么比较喜欢 Uber 哈、哦？”我个人喜欢 Uber 的几个原因呢、啊，哈，我讲第一个，因为它有 APP， 对不对？那我叫车都透过这个 APP，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它帮我预约哈，我只要看那个地图，我就知道说车子几分钟会到，那车子快到了，我再下去就好，哦，我不必在外面让单某人，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明星。在马路旁边这样淡某人真的是不是很好看啊、哦、这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 Uber 的车子都蛮漂亮蛮大的，最重要是它蛮干净的、哦、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呢， Uber 的司机都非常的 gentle， 像我们这位麒麟有没有、哦、他是麒麟 K-I-R-I-N、哦、Kirin、哦、麒麟Kirin Xu 啊，许麒麟对不对 ？Kirin Xu 许麒麟啊、哦、，OK， 我们这个麒麟呢，他本身就是很 gentle， 很绅士啦。所以呢，我做 Uber 呢的一个经验，他们的司机都非常非常的绅士，很 gentle 啊、哦。再来呢 ，Uber 还有个好处呢，就是呢，你不必要给钱啊。哦，因为直接用信用卡给你扣就好了，用 credit card 扣、哦、以上这些原因呢是汤炫老师呢喜爱 Uber 的原因、哦、给你们做参考一下。好，志伟你回来了，志伟刚才我已经把它唱出去了呢，不然要进呗，大约在冬季可不可以唱啊？刚才那个 Teddy 高一点，我就把大约在冬季唱出去了、哦、对啊，你帮我看看大约在冬季可以吗？哦，大约在冬季，下载安装，输入我的序号，免费搭乘，哦，有100块是不是？免费搭乘100块，哦，来，下载安装，输入序号，有100块优惠，对不对？哦，是这个意思哈、哦。来，这个。我们的这个麒麟的序号哦，来，我们看那个序号，给大家看一下 ，UEN71UK8UE， 麒麟，你的意思是怎么样？是他们现在下载
然后呢就有100块优惠，是这个意思嘛，哈、哦。然后呢，输上你的序号嘛，对不对？哦，麒麟是这个意思吗？哇，哎，这个是什么使用？麒麟，来，我来 call out 给你好不好？来，我拿我的这个 call out 电话，麒麟，你告诉我你的手机现在方便吗？有你来介绍比较清楚。我们3-5分钟来 call out 方便吗？你的手机几号？你帮老师打出来。我现在 call out 电话拿出来了，你帮我打一下你的手机。好，你的手机。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Uber 啊，你可以帮老师把你的手机打在画面上吗？可以吗？0970-0970163787是不是787？好，我们来 call out 给我们的 Uber 的司机，0970-163787啊，我也记一下，可以常常 call out 给麒麟。嗨，麒麟吗？哎，老师好。你好，你好，你现在有车子啊？车上有客人吗？没有啊，那可以停在路边啊，这样比较安全。有啊，你有停在路边的齁？有。好啊，你的手机0970-163787嘛，对不对？那你是姓许吗？叫许麒麟是不是？对。好啊，麒麟是 Uber 的驾驶齁。大家好。那能不能教我们观众朋友，如果呢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来乘坐 Uber 啊，该怎么做呢？我们首先或者是苹果的 APP， 然后下载 Uber。 好， Uber 就打 U 然后 BER 是不是？对。好，就打 Uber UBER 下载程式啊、哦。好，这第一步，然后再来呢？然后就打你的，输入你的账号跟一些，就账号流程打完。哦，它有流程就对了，是不是？对，然后打完之后，认证过了之后，我的优惠序号吗？对，你的优惠序号。你就按 App 的左上角点下去，有一个输入机，就是付款方式，点下去里面有一个优惠序号。哦，它那边就写个优惠序号。对，就是打优惠序号点下去之后，然后首搭第一次100块不用钱。好，那优惠序号你们再讲一次好不好？你的优惠序号。我现在讲电话没办法看。哦，就是刚才那个号码，来，我帮你看。哦，优惠序号是 UEA 哈，然后呢 71U， 71U 啊，然后再来是 K8UE， 对，哇，这还蛮长的哈。它是电脑自动找的，我知道 UEA 71UK8UE 啊，就输这个优惠序号，所以第一次搭就是100块免费就对了。对，就是安装完之后马上输入序号。是，哇，好棒。达成就100块不用钱。是。对。那我们想请问麒麟哦，你就一个那个 Uber 的驾驶，你开 Uber 开多久了？好啊，那前年、去年、前年，那也快2年了，对不对？对。那你们跟我们观众朋友讲哈，我刚才是就呢一个乘客哈推荐 Uber， 那你一个 Uber 司机，你觉得我们乘客来搭 Uber 为什么 ？Uber 跟计程车差异蛮大的。是。就是除了车子的调性，车种也比较多。对。然后再就环境也比较好，然后也。哦 ，class 啦，你看像我们 Uber 的司机啊，许麒麟啊，都会利用机会学 English。哎，那你既然这个我 call out 给你，你今天学一句英语啊？你今天想学什么英语啊？我今天想学一句，就是如果周末再到客人，想跟他讲说，周末愉快。哦，周末挺容易的啊，周末就是 weekend 啊 ，weekend 就是那个 week 有没有星期？加 END 那个 END 结束，所以两个合在一起就 weekend。weekend
那前面加个 happy 就好了。嗯。Happy weekend。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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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kend。很好啊。那个 week 跟 end 合在一起哈、哦，那个 w e e 念 we 嘛，但是 k e n 变 can weekend。对。这样会了吗？哦，好。所以 happy weekend。哎，你别客气，那个伟哥有没有跟你讲？我要打电话给他。因为他可能在忙，所以还没联络我。哦，有，我也跟他讲好了。你遇到他，他说还要跟豪哥哈、哦、这个商量。我说不要商量了，他那些如果能够成为他的客户，对不对？真的是活广告啊！我有跟伟哥说了、啊、他说再给我答案这样子。哈、哦，如果你跟伟哥有讲到话。你再跟他说一下，说他们现在这个客户要好好把握，好好珍惜啦。因为我们毕竟是台湾百大名人哦，真的。啊，我也跟他讲，我去采访的时候，对不对？也可以拍照，啊，也可以挂在他的店里面，对不对？啊，客人去看到我就说，哦，汤丽券是我们的客户。那你说这个不是无形的宣传吗？是啊。好、哦，啊，再麻烦麒麟你了哈、哦，啊，也祝福你。你今天开 Uber 要开到几点啊？下班了，因为你的课要下班。Oh, really? You are a good student. 那我要跟你讲 ，Happy weekend. Happy weekend. 好，大家周末愉快咯。Thank you. Happy weekend. Bye bye. Bye. 哦，这个是呢，我们 Uber 司机啦，哦，也是汤炫老师的朋友。He is my friend. 那我们这个许麒麟呢，他呢也可以呢做包车服务啦，哦。他的手机0970163787啊，我们观众朋友，他是在台中 ，in 台中啊，你可以把手机记起来。有时候如果说呢，你需要这个啊，到哪里啊，需要他帮忙你啊，哦、啊，你可以呢用电话跟他联系啊。他是一个专业的 professional driver， 专业的驾驶啊 ，professional driver。像汤炫老师啊，我不会开车。啊，我这一辈子也不会想要去学开车，为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在美国、哦、曾经学开车哦，我把刹车啊跟那个油门弄错了，差点没命了。后来我告诉我自己，算了吧，开车这个事情哦交给别人做，我做其他的事啊、哦，因为命只有一条而已啊、哦。所以有些人呢年纪比较大，还是呢比较累的时候，对不对？还是视力不好。就不要硬开车了啊、哦！那交给呢我们 Uber 啊，台中的 Uber 司机许麒麟啊，汤炫老师热情推荐啊。你们现在收看的是每天晚上8点汤丽炫教英语。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呢第35页啊、哦，我们的一个单元会教2天嘛哈、哦。然后呢，我们的课本就是这一本《片语这样选》这本书呢，你们外面买不到了哈。哦，因为这本书是汤炫老师写的 ，I'm the writer， 啊，我是作家，有没有 ？Tony Chan 编著有没有？有没有看到 Tony Chan？This is my book， 啊 ，This is my book，Tony Chan 编著啊。那如果呢，你要呢，这个拿到这本书也很简单啊，你呢在呢 up 跟老师说，老师我要课本啊，我就告诉你怎么取得了，很容易了哈、啊。好。有书的朋友打开了35页 ，page 35 unit 9，好，我们第9单元 ，it was chicken feed for my boss。来，我们有学过呢 ，chicken feed 就是小数目，小钱呐、啊。这个 chicken， 啊，昨天才学的 ，chicken 不是鸡吗 ？chicken 这个字呢，还有胆小鬼的意思。譬如梁文说 ，Are you a chicken? Are you a chicken? 你是胆小鬼吗 ？No, I'm brave. I'm brave. 啊、哦、，brave. Brave 是勇敢的啊、哦。那 chicken 是胆小鬼。It was chicken feed. Feed 是 F-E-E-D， 是喂的意思。It was chicken feed for my boss. 啊 ，boss 是老板 ，B-O-S-S 叫 boss 啊 ，boss 老板。对我老板来讲呢，是一个小数目了啊，小数目的钱是一个小钱。来 ，dialogue， Sharon's mom was watching TV when she came back from dinner.
OK， 好 ，Sharon's mom， Sharon's mom， mom 是妈妈嘛 ，M O M， Sharon 的妈妈呢，过去进行式，好，过去进行式啊、哦，好，这个过去进行式的话呢，这个 was watching 啊 ，was watching， 我们的过去式 be 动词再加上动词 ing 啊，我们叫过去进行式。Sharon's mom was watching 啊。Sharon 的妈妈呢正在看什么 TV？ TV 的话是电视嘛，啊 ，television 嘛。When she came back from dinner， how came？ 我们来呢，现在是叫 come， come came come， come came come 啊、哦。那 came 是过去式嘛 ？Come came come， came back， 好回来，从哪里回来呢？这个 from。from from 呢是介系词，从这个 dinner 啊 ，d i n n e r dinner 是晚餐啊。来 ，Sharon 的妈妈呢，正在看电视。当呢，她呢，这个从呢这个晚餐回来啊。Sharon，Hello mom，I'm home。这句话也很好呢，我回来了。麒麟，啊，这句话你回去也跟你老婆讲。Hi, honey, I'm home、哦。大家来看那个西方的影集，常常有什么 ？I'm home, I'm home、哦。我回来了。妈妈说 ，Did you enjoy your dinner? Did you enjoy? Enjoy 享受 ，enjoy enjoy 是享受。好，譬如说这个字 enjoy 呢，啊、客人到你家有没有？你帮客人倒的果汁啦。啊、或者是有水果拼盘呐、啊，啊，你都给客人讲一句什么 ？Enjoy please, enjoy please， 啊，请享用就对了。啊，所以 enjoy 是享受或享用。Did you enjoy your dinner？ 啊 ，dinner 是晚餐 ，D I N N E R dinner。Did you enjoy your dinner？ 啊，你有没有享受你的晚餐呢？晚餐吃的高不高兴呢 ？Did you enjoy your dinner？ 啊，那当然呢。人家问你呢，用助动词问你，用助动词回答，啊、哦，如果有的话是 Yes I did， 好 Yes I did， 啊，如果没有呢 ，No I didn't，Yes I did， 我 No I didn't， 当然这边是 Yes I did，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是不是 Yes I did 啊、哦，这样 ，Of course I did， 哦，他再加一个 Of course， 当然 ，O F C O U R S E 叫 Of course， 当然。I did， 我有。It was really a stupendous one. Stupendous， 哦，这个字应该是一个新的单字。哇，来，我们来看这个字 ，stumptuous， stumptuous， 可以吗 ？stumptuous， 好，这个叫豪华的哦，这个字，豪华的，来，我们看它的发音 ，sumptuous， sumptuous， 哦，这个字是豪华的 ，sumptuous， 哇，这个字对各位是不是新的单字？来，你们写一下哈、哦，啊，边学 English， 笔记本要放在旁边 ，sumptuous， 是 R M sum。sumptuous 好，这个字等于豪华的意思，豪华的，哇，可见呢这个晚餐是非常的 abundant 哎，嗨，蔡明媛，欢迎你进来学英语啊，哎，豪华的，对，sumptuous， S U M P T U O U S， sumptuous， sumptuous。Of course I did. It was 啊，过去是 really， really 是真正的哈、哦。Sumptuous， a sumptuous one。当然啦，它真的是个豪华的一餐呐、啊。There were a lot of guests. There were 好，我们这是个过去式的有。There were W E R E。W-E-R-E 是 A-R-E 的过去式，对不对？
There were, 哈，过去式有 a lot of， 许多的 guests， OK， G-U-E-S-T guest， 啊，有时候呢，我们的来宾有没有，在我们 up 呢，他没有输他的名字，啊，所以就会用这个 guest 的身份进来。那你下次看那个 guest 呢，他是 G-U-E-S-T guest。G-U-E-S-T guest 啊，就是那个客人。 There were a lot of guests. At least 300 people were invited. 哇，请多少人呢？ At least， At least 呢，昨天有学到这个片语有没有？最少， At least， 最少呢， At least 300 people were invited. 哇，最少呢，他请了300人。来，我们的 hundred， H-U-N-D-R-E-D， 谭小师提醒各位哈，百千跟百万，哦，除非后面有 O-F， 否则复数不加 S， 这个知道吗？你听听看 ，at least 300 people， 这个三百有没有这个百不加 S 哦 ？Were invited， 好，这个是过去被动式，为什么知道它是过去被动式呢？因为它有个 were， W-E-R-E， 过去式 be 动词加什么？加呢这个动词 P-P， were invited， 就是被邀请。At least 300 people were invited， 最少呢有300人被邀请。好，谢谢叶明媛，明媛跟我说，老师我来换 up， 所以 P-P 是哪位啊？皮皮是叶明媛吗？是你已经换过来了吗？啊，这个皮皮，因为我不晓得你是叶明媛吗？叶先生吗？哦，不是叶，是蔡了哦，蔡明媛哦，原来蔡明媛是皮皮哈，欢迎哦。来，我们呢稍待片刻呢，再回到陶林轩的英语教学时间哦。来，再来听两首好听的歌，也给老师休息一下。I need to take a break 啊、哦。I need to take a break、什么叫 take a break? Take a break 就是要休息一下。 I need to take a break、来听呢秋蝉好了，这首歌秋蝉。
这个秋蝉哦，好像有改版了哈、哦，跟我们原来想的不大一样哦，也是不同的风味了哈、哦。哇，欢迎，谢谢，我是汤丽炫老师啊、哦。这边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贵宾叫大鸟的哦，大鸟这位贵宾，欢迎你啊、哦。然后呢，我们的麒麟，你好，我是汤丽炫老师。其实呢，老师的节目呢，都会进行呢。叫做送 UB 换好礼活动呢、哦、送 UB 换好礼，因为毕竟呢主播还是需要呢大多数的观众的支持啊、哦，因为呢公司也帮我们在考核啦，所以每一位主播呢其实也都是、哦、公司在这个打成绩。那老师手上呢有这个呢盘落天香哦，这个是高品牌的哦，高水准的高品牌的盘落天香呢，它这边呢有保湿乳盐啊，保湿洁颜乳，保湿洁颜乳的话呢，这个是帮忙洗脸的啊，保湿洁颜乳。然后洗好的时候呢，要用呢盘落天香的极嫩精华液啊。老师呢这边有一套洁颜乳跟精华液啊。如果呢我们 UP 的贵宾啊，你想要珍藏呢来使用的话。啊，我们都可以来进行呢送 UB 换好礼活动哦。汤炫老师呢，可以呢啊，这个这两样礼物呢，我可以寄给你啊。那有贵宾呢想要呢，我们般若天香啊，这个啊保湿洁颜乳跟我们的精华液的朋友啊，再麻烦您啊，在 UP 跟老师说，也谢谢你的支持，感谢。然后这个呢，中秋节自己用呢，送礼呢都还蛮漂亮的哦。这个也是一个中秋节非常好的礼物哈、哦，这个跟你们分享。另外，大家看到汤炫老师，我所带的这个金镶玉啊、哦，这个是一尊的观音哦，它是99.99千足金啊、哦。这个呢，我们秋节送礼呢，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家人，送给长辈。我想金镶玉。取做金玉满堂啊、哦，这也是个很好的礼物。同样的金镶玉呢，汤炫老师也提供出来给大家送 UB 换好礼活动啊、哦，所以要支持汤炫老师呢，在 UP 所举行的送 UB 换好礼的朋友，再麻烦您呢告诉老师一下啊、哦，看你喜欢什么礼物啊、哦，那我们可以呢来讨论一下。也希望你们能够热情的支持我们送 UB 换好礼这个活动。好，我们继续来看35页、哦、再继续看。My boss told us not that he had spent $2 million for the dinner. 哇，
My boss， boss 是老板，对不对 ？BOSS， 我的老板呢 ？Told us，TOLD told 是告诉嘛，对不对？现在是叫 tell，T-E-L-L 叫 tell， 那过去是叫 told， 过去分词也叫 told，tell told told。他说啊，我的老板告诉我们呢 ，that he had spent 呢叫过去完成式。好，我们各位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哈、哦，我们的 had 加动词 pp 对不对？这叫过去完成式。had spent 花费，它是 spent。had spent 已经花费了多少？2 million 花费了200万呢 ？For the dinner， 哇，请了呢，大概呢300人花了200万呢。I know he was not talking big. I know， 我知道叫 I know， K N O W， no new known 啊、哦，这也是动词三态。我们说的同学啊，我们知道英文对不对？有动词，那就有动词三态了。那我们动词三态，第一个就是现在式，叫 know， 知道 ，K N O W； 第二个是过去式 knew，K N E W； 第三叫过去分词，叫 known，K N O W N，no new known 啊、哦，这个是知道的动词三态。He was not， 他并没有怎么样 talking big 啊、哦，这个昨天我们有学到这个片语，对不对？这个 talking big 就是吹牛，等于 boast，B-O-S-T boast 也是吹牛嘛啊、哦。他说啊 ，I know he was not talking big， 我知道呢，他并没有吹牛。Mom 说 ，Oh， I think that's too much for a dinner。他妈妈怎么讲？大叫一声 ，Oh， I think 是认为 ，I think。That's too much for a dinner. 哇，我认为说呢，晚餐花了啊200万太多了。Much, M-U-C-H, much 多。I think that's too much for a dinner. 哇，我认为呢，那个对晚餐来讲太多了。学人说 ，It was chicken feed for my boss. 好，我们看到 chicken feed. It was chicken feed.好，就是小树木。It was chicken feed， 它只是一个小树木呢。For my boss 啊，对我老板来讲 ，boss 是老板嘛 ，boss。It's not a big deal。It's not a big deal。好，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见他这个老板呢，这个 boss 呢 ，is very rich， right？ The boss is very very rich 啊。好，来。我们再把呢35页的对话呢，我们再听一次哦。Dialogue 的对话 ，Sharon's mom was watching TV when she came back from dinner. Sharon 的妈妈呢正在看电视，当 Sharon 呢从晚餐回来的时候，那这个对话呢是 Sharon 跟她的妈妈。好，注意听一下 ，Sharon， Hello mom， I'm home， 妈妈我回来了 ，Mom。Did you enjoy your dinner? 你有没有享受你的晚餐呢 ？Sharon, of course I did. 当然呢，我很享受。It was really a sumptuous one. 它真是一个豪华的一餐。There were a lot of guests. 有好多的客人。At least 300 people were invited. 最少呢，有300个人呢被邀请。My boss told us， 我们老板告诉我们 ，that he had spent $2 million for the dinner， 他已经花了呢200万为这个晚餐。I know he was not talking big， 我知道他并没有吹牛。Mom， oh， I think that's too much for a dinner， 啊，我认为呢，那个呢对晚餐来讲花太多钱了。Sharon。It was chicken feed for my boss.
对我老板来讲，对不对？只是个小数目了 ，It's not a big deal 哦，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哦。这个是呢，我们今天的对话。好，谢谢我们的 WAG 啊 ，WAG， 谢谢你进来。那我们再稍待片刻呢，休息一下，会将呢我们今天呢唐立全教英语的内容啊、哦，跟各位呢这一个再做个总复习，好不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早唱的心声》，早唱走唱的心声，啊、哦，走唱的心声，早唱。走唱的心声，好、哦、的心声，来，我们歌曲后再帮各位复习啦，然后来听这首《早唱的心声》。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收看的每天晚上八点在 UP 独家直播《唐立全教英语》，我是唐立全老师。谢谢你们进来，谢谢。谢谢大家一起欣赏呢这首《酒唱的心声》哦，《酒唱的心声》啊、哦。然后我是唐立全老师，哇，明天中午12点呢
老师呢，台湾花儿童要停播一次，为什么？因为富昌公司呢，我们小熊执行长呢要请老师吃饭啊、哦，在这边谢谢富昌公司。我也希望呢，我们的好看爸爸照有一天呢能够访问呢我们富昌公司，哦，他们的小熊执行长超帅的，超有钱的，那人又超好的，那经常都做社会公益啦。所以对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成功企业家汤炫老师啊，哎呀，也很想多知道他呢怎么样呢白手起家能够呢创办了富昌公司啊、哦。然后呢执行长就说，老师啊，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啊，我们来聊一聊，来讨论呢采访的一些事情啊、哦。所以我一定要去啦，不能不去啊、哦，因为人家呢执行长日理万机，然后特别呢要请汤炫老师用午餐，所以我明天也会过去。那明天中午12点啊，我们台湾娃娃桶就给大家停播一天。明天晚上8点啊，汤尼劝教英语我们也会正常播出啊，在这边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知道一下。那啊，我们今天呢所学的呢，老师在帮各位做个总复习啊，来 ，ready。Unit 9 第九单元。It was chicken feed for my boss. It was chicken feed for my boss. 对我老板来讲是一个小数目。Dialogue 对话。Was watching TV. 正在看电视。From 从哪里？从 dinner 晚餐。I'm home 我回来了。Enjoy 享受。Of course 当然。Really 真正的。Sumptuous豪华的。 There were 有的过去式。 Guest 客人。 At least 至少。 300 people 300人 Were invited 被邀请。 Tell told 告诉的动词三态。 Had spent 过去完成式已经花费。 Two million for the dinner 晚餐花了200万。 No new loan 知道的动词三态。 Talk big 吹牛。 Think, thought 想的动词三态。 That's too much for a dinner 对一顿晚餐来讲花太多了。 It was chicken feed for my bossIt was chicken feed for my boss. 对我老板来讲只是一个小数目的钱。It's not a big deal. 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哦。哇，这是我们第九单元 Unit 9、哦、教完了。哇，明天晚上呢会为各位教 Unit 10、哦。如果你们有课本的话，对不对啊，你们可以事先呢先做预习一下。哦，因为呢毕竟学问是自己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啦、哦、所以这个爱英语的朋友，那自己呢要勉励自己，要督促自己，好不好？老师呢还没有上课前可以把内容、哦、先把它看一下，下课以后老师今天所教的内容你们能够把它复习好、哦、英文一个叫做 review， 一个叫 preview 就是老师还没有教你们先看，那个叫 preview，
啊，叫做呢预习。然后呢，老师教完以后呢，你们还会 review 啊，那叫复习啊。当一个学生 review 啊，这是当学生的本分啊。希望你们都会啊热情的、切实的照做。好，我是童丽萱老师。明天中午12点啊，老师呢有参会，所以停播一天。明天晚上8点，我们再相逢了。另外呢，汤炫老师的好看拍拍照，如果你有亲朋好友，这个有这个开任何的店家啊、餐厅、各行各业啊，愿意呢透过我们的节目让社会大众知道的话，也麻烦你们热情推荐，用 LINE 告诉汤炫老师。汤炫老师的 LINE 呢，8253TC 或8254TC。谢谢。谢谢大家收看今天1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很快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明晚再见哦 ，Good night， 拜拜。